现在嘛，我们讲这个妙燕海天王啊，这是在毗卢遮那佛的华严法会长随众。这个天王是常护持佛的，这天王不是天王，继位的大菩萨。对，我们从文字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开始念这段文：尔时妙燕海天王成佛威力，普观一切自在天众而说颂言。燕海是这个无数的天王大众的为首，为首，他是上首的，仗着佛的这个神力啊，来到法会啊，都是以佛力相加的，表示成佛的神力，那加持力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这显示什么呢？显示他不我慢，给我们众生示凡呢，就是不我慢。他这个神力不是他自己的，是佛加持的。像我们吧，做什么事业，都知道三宝加持力，三宝加持我们的。这个意思就显着佛加持够。另外呢，就是成佛神力了，就是佛加持。普观，普观的时候没有什么分别，不偏于哪一方，普观十方。因为这个天众啊，自在天的天众啊，数量相当的多。他观察，他说他为首，他观察这些天王啊，他代表大家，代表大家，赞叹佛，赞叹佛。而说颂言呢，就是他代表这一天王赞叹佛的话，就是颂言，就是话啊。赞叹佛的说的话呢，要有四种，四种啊。一呢，阿柔翠堵破，二名切脱，三名起业，四名运陀难。这是寄送的体裁，寄送体裁。切脱是印度话，对，梵姆宗话呢，就是讽诵经典了，赞颂大乘了，就是读的意思。切脱是读的意思啊，讽诵或者我们念经也叫讽诵。有的是直诵，直诵的就是没有说长行，一开始就说寄诵啊。咱们像那法句经啊，很多经典呢。有些个呢，他是一直长行而说的，长行说的，那叫从诵。那这个地方呢，这四种之中呢，那第一种，阿耨翠陀婆，阿耨翠陀婆什么含义呢？就是在印度话呀，它是形容着，咱们现在清明节了啊。人死后给他尸骨，给他修个坟包，他是圆形的，一个大圆包，大圆包，那就叫阿耨翠陀婆。含义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坟墓，一个坟墓。那这个意思呢，赞叹佛，佛的圆寂之后，咱们都叫舍利吧，佛的圣地给他修建了很多塔，后来就把翠陀波呀就形容塔，塔就是翠陀波，这一个赞叹佛的，赞叹佛的化身的，
说遗留下的舍利，咱一般的就说舍利塔吧，这个通俗的了。那他这个印度原话呢，阿耨多罗波，阿耨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啊，称颂佛的。嗯嗯，这个长行里头没有，你看，长行里头没有，就是第一种的是次第波，第二种呢叫切脱，就说是寄送里头啊，咱们以下文的所用的赞颂起才，寄送里头所说的话是什么含义，解释那个的，切脱呢，就是不送长行，直接用这个寄送来表达佛的意思，佛说法的意思，就是啊，以这寄送的题材来说法。第三种叫奇业，奇业嘛，或者就说寄，就是寄送的寄，把长行的文再用寄送或者七个字一句四句为一颂。第三种呢叫，第四种呢运陀难，运陀难呢叫祭司颂，祭司颂这个就是没有长行的呀，不是长行的，有时候叫孤起颂，就直接着用祭颂题材来说法，就是用这个很少的言语表达了很多的意思。总说吧，这叫奇陀颂。往往的很多的经里头们，就像咱们读大普贤横愿品，那你读普门品，长行完了都有个寄颂，寄颂，有的是重诵长行，有的长行的意思啊没说完，就是寄颂把它补上。因为这种含义嘛，所以立这个颂叫寄颂。寄颂是咱把它翻译的了。寄颂就是翻译的。那么应该说切脱奇业，应该这样说。咱们就说给它总说吧，就是寄颂。它含的道理为什么呢？要用寄颂呢？是不是文字少，而是含的义理多？第一种含义，第二种含义呢？赞叹佛的功德，对，用这个寄颂来赞叹，比较着更简料文字吧，更省。有的长行的经讲完了。有的呀，来了法会来的晚的，有一种顿根众生听了长行啊，或者没注意领了那个意思还没领了完，为了那个顿根的众生，应了那一类机给他说递送。那么有的刚才说了参加法会他来晚了，对，现在咱们这讲了他现在后来的，那就再用寄送给他说，使他没有遗漏也能听到，就是这样子。第五种的含义呢，就是有些众生他喜欢料，喜欢料，要赞颂题材，他喜欢这个，在文字上他喜欢。第六种呢，寄送容易受持，容给他记忆力啊，你可不忘失，就好受持的意思。那第七种呢，又增加前头所说的，还有义理没显明白的，还有经文没说清楚的，来这个嘛，再来个寄送，再补充说。而长行没说的，在寄送里头表达出来。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以下的文字啊，
都是寄送，先把这寄送得说明白。一下就开始啊，这赞叹佛的话了，称赞佛的功德。佛身普遍众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寂，寂灭无性不可取，唯就世间而出现。那么这个话就是海妙燕海天王所说的颂言，这是第一个颂言啊，这是第一句，四句，28个字。佛身普遍住大会，佛的身是遍法界的，这个是说的毗卢遮那佛。遍法界都有毗卢遮那佛的身，遍法界的身云嘛。对机来说，达摩娑婆世界南阎浮提，毗卢遮那佛所现的身是化身，释迦摩尼。这个国土世界入世，其他任何国度都入世，遍满法界，充满虚空，没有穷尽的。就是华严法会，佛说法，在华严法会，华严法会里头是七处九会所说的法，把它再扩充，遍满法界，都有毗卢遮那佛在那说法。寂灭无性不可取，寂灭佛的体相，佛的体相佛性，佛性是寂灭的，叫释迦牟尼佛的名字能人寂寞，释迦是能人，摩尼是寂灭。说尽虚空遍法界的佛身都能遍，这点咱不详细讲了。佛有十种身啊，在经文里头再讲去啊。因为佛的出现遍世间无尽，不是世间法的灭尽法，佛的佛法像虚空似的常住的不变异的，寂静呢就像无性的意思，无性的意思啊，不可取一，也不可以取意，就是不可以执着的意思。偏于法界就是方便，从法身而起的无尽神云教化众生的，一切诸法全是寂静的，寂静的就是它无性的，无性的是无他的那个意象，不是佛的性体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佛的法身遍于一切处是无穷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执着，没有取舍，没有依，没有依，只要利益众生的缘。佛的法性是性空的，因为缘起也是随缘而现一切方便，就是唯就世间而出现的。如来法王出世间，能言照思妙法灯，境界无边已无尽，此自在明之所证。自在的意思呢，因为无执着就是智了，自在了。法王与法自在，在一切法都能自在。那么生灭法、不生灭法、寂静法，都能自在，就是
于法自在。怎么自在的呢？照的自在，破除一切烦恼的慈爱的王，佛证得了那个智慧光明，能言就是点言了的意思啊，能言就是照，能言就是照，什么照呢？妙法照，妙法像灯一样的，言也是形容，把这灯点言了，什么灯呢？妙法灯，妙法灯是智慧灯，妙法灯不是一般的法，妙者就是不思议的意思。什么法不思议呢？就是我们众生的心呢、我们众生的心法跟佛所说的究竟法无二无别的，这是要理上说，要事上说，一切的境界，境界四法都是有境界相的，一切相，一切相即是一相，一相即是实相啊，所以这是自在所证得的，自在天王所证得的，把这些天王啊形容都是果上的大菩萨，果后行因的大菩萨，因为佛为法王，于法自在，王者自在意，法就是一切法啊，说能得到自在的是由观力而过来的，观，观力就是观想力，观想力就是能照，说我们念心经时候观自在，就是观是观照，观照一切法，在一切法上自在，没有善恶，也没有苦乐，也没有长短，也没有方圆，也没有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众生法，一切都自在，自在意就是这个含义，谁呢？佛，佛是法王，与法能够自在，就是这个介绍，说佛身呢、普遍在大会中显现，一切法会中显现，说法界的充满了法界之后没有穷尽的，说这个华严法会啊是遍一切处没有穷尽的，那法会云集大众，他说主这个说法主佛，性体是有一个，性体是寂灭的，因为救度一些众生才出现的，在觉体上，觉体上那是自证分啊，因为利益众生就方便化一切有情，让一切众生都能证得，这个四句偈呢就这么含义。如来法王出世间，能言照思妙法等，境界无边与无尽，此自在明之所证，此自在明之所证，这个跟上边的、听起来好像一样的，义理上料有出入，法王嘛，在法上才能自在，赞叹这个句子啊，大多数是相同的，义理相同的，词句不相同。因为翻译者在文字上来这样配备，每个偈颂，好多偈颂都是相同的。咱们就说不出来啊，咱没有这个智慧。这个偈颂是谁赞叹的呢？是这个妙燕海天王说的了，他代表大众赞叹的。这个句子跟前头那个句子，对，大致都相同。对，
佛不思议离分别，了相十方无所有，唯识广开清净道，故是净言能观见。眼，咱们是右眼啊，咱们这右眼呢耐非通，有障碍的，不是通达的。右眼所见的很短暂，如果没有日月灯三光，这不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眼是能观一切散，如果没有眼，你这一切色相也没法分别了。眼是个总的名字，把它分解开来，大概大家都读过《金刚经》吧？右眼就是我们大家的凡夫所居住的右眼，奈非通，是有障碍的，不是通达的。所以天眼呢，天眼通非奈，天眼是无障碍的，它因缘的禅定而得到的，加上它福报所感的，不论远近前后，它都能照。天是光明的，不管哪一天，咱们眼睛不行了，后边就看不见了。是天眼啊，天眼是通的，但是它的通有限度的，它不能知道它过去生、未来生，乃至过去十生、过去百生，它又不能知道了，这个通达意了。天眼就奈非通，只能比凡夫高。第三种呢，慧眼。慧眼叫了真空，了真空是二乘人境界，声闻缘觉，他得到慧眼了，他看一切诸法皆空，空，空了就不执着了，能够灭这个烦恼，能够辨识惑，他离开了尘垢，只是见思的尘垢。这是慧眼啊。法眼呢，法眼是菩萨度众生的。清净法眼能骗见一些诸法，骗一诸法能度众生，他能知能行，知因知果。他证的就比二乘人高深了，能高深了。他能够照熟体，能照熟体，真熟二体。第五呢叫佛眼，这个在《金刚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前四眼的用，佛眼都能够知道，都具足。佛眼佛是无眼圆明，就是赞叹佛的眼功能，无功用的。不假思维的，离开分别的，他能见到一切法无生，已无灭，那几正德的，与外边所通用的，是同时具现，这样，就是解释这个偈颂的，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慈难心，大惑如此深难重。大惑就指着佛陀的大智慧，如此是正德，正德，说正德的智慧啊，没有边际的，一切众生乃至二乘乃至菩萨都不能测佛的这个智慧。
佛能够灭一切众生的慈难的心呢，这是佛的自证的大慧，深难住于此慧，赞叹佛的。如来功德不思议，众生见者烦恼灭，普世世间怀难乐，不动自在天能见。如来功德，用普贤菩萨恒愿品的话说吧，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完了对这个善财童子说，如来的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彻度，都不能得知，不能得知佛的功德。众生要见到的佛，闻到佛的功德，见者闻者都能够烦恼灭。这里含的有个意思啊，还得你去行。咱们现在见佛，也见着华严经，这烦恼灭了吗？这含义，你能见到佛了，种了善根了，能闻了华严经了，将来必定能灭，这个含义。如果见佛了，闻法了，能得到难乐，普世世间怀难乐。赞叹佛的功德，佛能使众生烦恼灭，得众生去学，等佛跟有缘。有这么句话吗？经上说的啊，佛门广大，无缘者难度，没有缘的佛也度不了。佛要度尽众生，而众生界不尽，众生界永远没有仔细说把众生都没完了度尽了，不可能。这是佛的三不能。众生的业，佛能给你说方法让你自己消，佛不能带你去消。这赞叹佛的意思，说佛的功德呀不可思议，见者闻者能种善根。完了你再信，信完了就解，解了行，行完了能证，你才烦恼才能灭。这里头的过程没说了，赞叹的句子，但是佛出世了，你能见了佛了，能闻了法了，一定能灭。就像法华经上说，要人入于塔庙中，单合掌小地头皆已成佛道。那你把这个，我到了塔庙里头去，或者现在我们出了家，天天的磕头，天天的拜，你成了佛了吗？不是说你现在，但是以华严义，你修三个圣劫，也修十个圣劫，修无量的时间，成了道了，也就是一念间，这才是华严义。所以他说，见者烦恼断，见了你要是行的中间过程。不说了，你烦恼一定能断。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善根种下去了，说你种下去的粮食，种下的高粱谷子，它一定能长。但中间还有个些过程啊，你看得经云呐、经根啊，还得灌溉呀、那个过程没有说，但是你一定能成。就这个意含义，佛出世间了，是一切世间的一切众生都能够怀得的难乐，这个是不动自在天能够证得的，能够见到的，见都是众等的。众生慈难常住法，如来为说寂静法，是在造世
智慧灯妙眼能知此方便。因为啊，这海燕光明这个菩萨他这个大众有十众，对，说他每一众说一个偈子，每一众他代表着大众说十偈子，对，这是第六个了，第六个了。那么迷呀，就因为妄知妄境，取妄境执着不舍，把我们的真心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了。因为众生的慈难常是迷惑，被迷所扰了。佛就给他说寂静法，对。那么说的寂静法呢，就形容佛的智慧能破一些众生的黑难愚痴。妙眼呢，就是殊妙不可思议，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是吧？佛的眼根呢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一天王呢，他能知道怎么能证入佛的智眼妙眼。一切众生在常识迷的妄，以妄为境，以妄为真，把他那自己的真心呢就覆盖住了，让他来观寂静法，来除灭他的污名。那就是除灭意。这个地方提到这么一个书抄里头啊，不是提到这个菩提，提到菩提啊，战文里头没有提到菩提啊。他说这个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称，我们都是三藐三菩提简称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提有三个了，一个真智真性菩提，一个实智菩提，一个方便菩提。那这一种说的能知此方便，是指着方便菩提说的。真性菩提是我们本具的不变的那个觉性，菩提是觉了。实智菩提呢，是真实的智慧的菩提，菩提就是觉悟了，知道了真实实字的菩提。那么以此这个方便善巧，随众生的根基能够化度他，在化度的方便当中能够自在，能够自在，就是能知此方便。妙眼是解释三菩提的，这跟前头说的妙眼呢含义有所不同。声闻缘觉，他所觉悟的那个菩提，跟那个佛的菩提不同的，四圣谛的苦集灭道所得的那个，那是十二因法所证的正觉，跟那个四谛所证的正觉，跟佛菩萨的菩提所证的正觉都叫菩提。二乘人就是缘觉声闻，他因为他也证的菩提了，他因为他跟佛带菩提树夜读明相无二无别，这个菩萨赞叹的是纠正的三菩提的不同。因为缘觉声闻全程菩萨他还没能知道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个真正的菩提，
正等正觉无上菩提，是指这个说的。赞叹佛的妙言能知此方便，能证得此方便。完了说这个神，这个天王，妙言天王，他是知道了，知道就表示能证得的意思啊。如来清净的妙法身、妙色身呢，普现十方无与比，此身无性无余处，善思维天所观察。善就是善恶的善啊，咱们说是大善小善。什么叫大善呢？大善的是没有警戒相的，没有个边际的，也没有个善可说的，无有比的了，无有比的了。说如来的清净妙法身呢，在十方皆能显现，其他九界众生菩萨缘觉声闻都不能得知，都不能得知，都不能跟佛相比。经呢又可做处所的讲，处所呢就是佛知道哪一方的众生机成熟了，缘成熟了，就视线去化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娑婆世界，那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知道这一方的众生该得度了。像度众生的善，不是一般能比的，不是声闻缘觉菩萨所能比的。无一无一处，就是佛所现的身呐、那个心身呐、是无性的，是化现的，是方便善巧的。性是什么呢？性是毗卢遮那。无一就是寂静的意思，你说释迦牟尼佛名字吧，能人利化利众生的吧，寂寞，寂寞就是无一的意思。不依任何物，不依任何，咱们看着也是依的身体吧，依是三业说法吧，有能依就有所依吧。说无依，无依就没有能依所依了。说念寂，念寂故，念寂就是如，而度众生就是来，如来的意思，来即无来，就是寂静的意思。是能教化众生，使众生别在一只业所转，令一切众生别再造业了。如来音声无限耐，堪受化者眉不闻，而佛既言恒不动，此乐自天自解脱。如来音声就说法的音声，没有限制，没有障碍，也没有近，也没有远。但是这个有个故事了，叫大目犍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他听见佛的声音啊，他在外边行话的时候也听见佛的声音，在佛的法堂里头听法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声音，他就起一个想测验测验佛的音声究竟能达到好远。他就闻着佛的音声，用他的神通力尽量的找，那超出娑婆世界去了，走了很远很远的，听到佛的声音还是向他
在法堂里头听见的一样呢。那他这个走的时候，他的音声从他阿罗汉的那个神通所能达到的，已经超过了，超过阿罗汉的神通了，是佛的音声的神力加持他，他到了另一个国度，另一个佛的世界。因为世界他看这个，他就跑到人家，他看见是个大城，很大一个大城，他围着个城啊转边跑，他跑不出去，是个圆的。其实这个不是城，是那个世界的菩萨正在用斋，用斋。他是在那个钵的边上，钵多罗，就是饭碗吧，银亮器。那他跑人家饭碗边上跑，他看的是个大城。用斋的那个世界的菩萨，想把他弹掉，看小虫子在这个碗边上爬。那佛就跟那菩萨说：“说你不要动哦，那是东方世界离咱们多少亿佛陀。”释迦牟尼佛现在说法，这是他一个声闻弟子目犍连，不是小虫子。完了佛就跟目犍连说，说念你本师的名号，你身量就大了。于是他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当他身体就暴涨，跟那个世界的菩萨一样了，也幸福庄严。但是他回不去了，他也不知道来了好多个佛陀。同时这个世界听说东方有释迦牟尼佛，大家高兴，也想亲近亲近亲近。另一个善知识，跟这个佛久了，听那别的佛怎么说法。再一个，释迦牟尼佛力，这个佛的这慈悲力，那就到了这个世界来了。这段的故事我记不详细的，有佛的名号，那些菩萨就随着目犍连到这个世界了。证明佛的音声啊无限耐的，这就证明佛的音声。堪受化者没不闻，能够要受教化的就能听到佛的声音，要不堪受教化的呢闻不到。咱们说的《华严经》就是佛说的，咱们看见文字等于就闻见佛的声音，就是佛的力，也是我们的缘。如果你没这个因缘呢，闻不到。听见个大梵广什么华严的名字，你必须得经过好多佛所种的善根。上两句是赞叹了佛的音声也好，佛的眼根视力也好，佛的六根门头都入摄的，是寂言的，不动的。因为寂言不动的，而他产生的智慧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的这个义理呢，这个理体呢，这个乐至天他的解脱他证得了。所以这些天呢都是那些个大菩萨示现的，他示现为天王，实际他证得的很深很深了，临近于佛了，都将要成佛了。寂静解脱天人主，十方无处不现前，光明照耀满世间，此无奈法严闯见。严闯天王他入的境界就是普现光明。这几个寄送了这个清凉果树都没有做解释了，一到这个寄送很多，他十个寄送大致相同的，
他解释一两个就不再做解释了。要是学者你就送文好了，送了文了时那个意，他意理都是相通的。寂静大梵天，他得到解脱。什么解脱了呢？就是佛的寂静解脱。又可以说佛是一切诸天人王天王那一切王王者佛主的自在。两种解释可以。这个就是他的前头说无奈法庄严闯。他见到佛的境界是这样的，佛在十方无处都现身，无处不现，光明照耀满世间呢。佛的智慧是光明照耀的，说世间有缘者就现，无缘者就隐。咱们天天拜佛，天天求佛，咱们见着这种光明了吗？佛是无不现，因为咱们有耐呀，等你无耐了你就见了。然后这个是无奈法的庄严闯，他见着了，严闯见了，说此无奈法，说这个法呀是不可思议的。严闯见，严闯这位天主他见到了。佛与无边大劫海，为众生故求菩提，种种神通化一切，名称光天悟思法。无边境界就是所缘的。所缘的无边境界，无边境界呢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世界的众生不觉悟。佛呢他觉悟了，他为了众生故，让众生都觉悟，那他必须得他先觉悟啊。所以他叫求菩提，就是求觉，求正觉。正得了就能实现种种的妙用，从他自然的心而发起的一个无边的智慧来化度一些众生。这些神通就是天心跟自然的慧，神明天心通明智慧，用自然的那个智慧来化度一些众生。是啊，名成天王，他悟到这个法门了。那么呢这四句话就是无边的境界就是所缘的境界。因为求菩提呢就是自己的证悟，自己的证悟。完了有这个所缘的境，自己证度了，是能缘的，能缘的是菩提，能缘利于所缘。化度一些众生。这个大梵天，自在梵天呢，那么这十位天王的赞叹就完了。第一个啊，第二个名四禅天，第四禅天广果天，常行施法，寄送施法，福是可耐药法光明闯天王，得普观一切众生根，为说法断一切脱门，为说法断一切脱门。净庄严海天王得随意念令见佛解脱门，最胜慧光明天王
得法性平等无一庄严身解脱门，自在慧爽天王得知一切世间法，一念中难离不思议庄严海解脱门。这个没逗点的啊，这《华严经》有时候二十几个字啊，三十几个字才是一句话，才有个逗点儿，所以必须一口气把它念完下来。要如果你要顿的时候呢，你就好比这个得知一切世间法，可以自己加个逗点，一念中难离不思议庄严海解脱门。但是这二十几个字就是得了知一切世间法，一念中难离不思议庄严海解脱门，就是一句话啊。乐寂静天王得与一毛孔现不思议佛刹无障碍解脱门，普自然天王得入普门观察法界解脱门，要玄慧天王得为一切众生种种出现无边功德常现前解脱门，善住慧光明天王得观一切世间境界入不思议法解脱门，无垢寂静光天王显示一切众生除药法解脱门，广大天广大清净光天王观察一切应化众生令入佛法解脱门。这个快乐的乐呀，有时候念药，有时候要念乐，得看他下文是什么意思。那下文的，就是说，我们这有两句话，一个药寂静天王，药是希望的意思，希望寂静。你看乐寂静就不相合了，乐是快乐的意思，他是。药跟乐有点区别，不要你听这老汉一会儿念药一会儿念乐是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要看下文啊，这个中文呢有好多是这样解释的啊。这是第四天的广果天，广果天啊，广果天呢并不是一个天王，这无边世界来的这天王他方世界，一个观果天有一个天王，无量的观果天呢叫无量的观果天王，这个句子上首十种都是观果天的天王，不是在一个天，一个天哪有这么多天王啊，这十个是上首同类的天王，是无量数的，前头总说了，凡是举这个十个是为首的，他有无边无量无边的跟他相等的这些天王，这举着上首的十个天王，一下又分别说了，这个呢就是观一切众生际，说这个可奈乐法光明天王啊，他得到一个法门叫观一切众生的根，给他说法使他断了疑惑，也证得解脱，他证得这种解脱门。那么普观呢，普观就是普度，普度是普化，普化一众生时候得因根说法，就是对机说法，他是什么根基要给他什么法门，他喜欢禅定你要让他读诵，那他相反了，对，他喜欢禅定就示现给他，像他坐禅啊难定啊，这是
他要礼拜的，要想修忏悔法的，嗯，你要去打坐禅禅去，嗯，那他不能进入，嗯，是吧？应以合法得度者，希望他以合法而能得到解脱。嗯，假使不知机，不知机，不知机是普遍说，普遍说。嗯，有的断他的疑惑，有的他闻法了，能是正果了。有的不观机的时候，它起到方管的效果，所以成机苦乐，要成他的机，说的苦法乐法。就像医生治病，你给人家下药，得看到人家什么病啊。对，这个因机说法的意思，是吧？普观呢，是能够对机。明白了，要不知根说法，这果上有障碍。障碍是什么呢？你说了，他也得不到解脱。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华严经》，我们这就不对机，只是眼机种善根。啊，明白？讲完了《华严经》，有几个能入这是解脱门的？能入华严境界的，那你还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共同的来种原因，是给原因呢。所以在华严最后的利益是给原因众生，只要他能闻到、听到一个大方广华严名字，而且再能把这个文宗啊，所有这个大菩萨互相演唱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只要能生个信要，信不怀疑，要是求，要求，说这个上头说断疑生信，这是普遍的。所以咱们跟大家共同学华严经，目的是达到断疑生信，相信自己跟毗卢遮那佛无二无别，相信自己就是毗卢遮那，有这么个信心，咱们共同学习，目的就达到了。听者愿意听，那么说者也愿意说，说听结合了，也算成机了。这像善财童子上的，这个机很少了，这机很少了。这些大菩萨啊，他那说法，这个赞叹佛说，佛入世。他们跟佛说是他得到这个法门，他也入世。随你的意念，意念就是思维，思维，也就是观，意就是思念的意思，思念就是观，这样观，观什么呢？不论你念哪一尊佛号都可以。那么多分呢，阿弥陀佛，或者呢本师释迦牟尼佛都可以。见佛有微妙的，微妙的见法身佛，法身佛就见到自己是佛，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的。见到报身佛，法身报身都是妙了，见着化身佛就是出了，化身还有化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还有化身，那什么化身呢？或者像应以和身得度者就像和身，
就是现身说法，闻法得解脱。因为我们前头讲了很多了，法性是平等的，佛法不管演说好多，等同一位，一个法位。离开能所，没有能依，没有所依。如果咱们念受三归的时候，当你受三归时，咱们所依的是佛，所依的是法，能依的呢是你自己。要把这个能依所依离开，你惯想自己，就是佛法生三宝，这叫自体三宝。咱们所归的现象三宝，佛像、经说，我们家僧人给你传授三归者，懂得这个含义了，这个观众生的机，随念哪一尊佛，都能得到，都能得度，因为你念的有深有浅，所见的相，那就有出了，有妙的了。我们就举念阿弥陀佛的例子吧。你念的时候，这叫感；见佛的时候，就叫应。在临命中是得身，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这达到目的了，这念成功了。因为念头念的思维观的意有深有浅，那你对于现身的解脱也有不同了。在法性在离体上是一味的，也没有能念的佛，也没所念的你自己，这就是不依一切诸有法，不依于形象，心心相应，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的心，心不二过，心不二过。直到世间法，世间法是众生心跟法各是各，各是各，他心跟法不相合的，但是随所难立，什么来难呢？就是念，一念速难，这种道理呀、人天外道他是没办法进入的，只有佛弟子能够进入。但是教法有的小，有的大，有的还有中，文法的这个智慧的文性的智慧也有深有浅，我们每个人的障碍也不同，各有各的障碍，是词数不是一类的，就是词数不同伦，有文法就心开一结，有文道法的盲言，这就不同了。有的佛所说法于矛端里头能转大法轮，这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力了。一矛端就是一真法界了，就是，就是一矛端很小了，一个法，一个咱们这个南阎菩提就很大了，不是说跟一个汗毛来比，大小是不是不同呢？大小不同就有障碍了，有障碍了。为什么有障碍呢？是你的心还没明，心还没通，所以有障碍了。大能容小，小就不能容大。多能容易，一又不能容多，一多无奈，大小无奈，
也没有大小的相，大没有大相，小没的小相。要是有大相有小相是相，不是心，那是简。这个法呢，这个天王他证得了。讲普门，普门嘛就是一门能摄一切门，随年哪一门，门门全摄法界，全是法界，就是一法，随年一法，法者就是门，门是通达意，通达意，能通达我们凡夫，能通达诸佛的深意。说凡夫能解其佛等，凡夫他的能够入理了，依理而解其，能解其佛等。就是这个含义。如果你能观法界，能观的观法界，法界是你所观的境。法界是无界的。法界一般单提出来讲法界，就是界能生一切法，就是心生一切法，心生一切法，就法界全烧了。心外无法。心之外哪还有法可自立呢？那法外也无心，没有法怎么能显你的心呢？你要这样理解才解释能解明白，无奈意了，无奈意了。这样子才能够自他无奈，身土无二，就正报依报都无奈。一佛刹是三千大千世界哦，一个毛孔好一点的呢。这叫小大无奈，圆融也。一多无奈，就这么一个意思，能解释在十玄门里头讲的很多了，都给融通了。这是第五个天王，他所得到的境界，得到佛的境界。第六个天王呢，本摄一切门，就叫普门，随一一门都是全收法界，故以其宗观察法界。他有甚深的智慧，契达了法界意，所以就叫入法界门。但是没有能入者所入者，是得到宗观的意啊，得到宗观的意。竟然得解脱的。那第七个天王就是十天王里的第七个天王，众生无边，众生是无边的，他的根就是他所居住的根啊。咱们给他加一个吧，是信定念定慧，这五种生了根了，生了根了，那就具足了。具足什么呢？说他信尽念定慧都不同，但是他是在这个法界圆融意，都同了。同的意思是信了，信了要尽，尽就是精进，精进随时念这个法门，这就是修行了。在这样子你能得到智慧，得到定，定而能生慧，定慧。因众生机而说法，种种就不同了。第八个天王，他观一切等者为观事入理，观一切事，世间一切相都是事，一切事都入了理了。这个理呢就是性理啊，一切事就是缘起的，缘起升起这一切法，缘起诸法没有自体，没有自性的，它依着性空而成立的。观这一切法都是依着空而建立的。真理呢不是感情，不是表现，也不是世间相，
不是你思想所能想到的，不是用口里的议论大家谈论把它辩论想不到的。这种就说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的业的各个的业报，业报，业报所造的业报都是色，在理上是不存在的，理超过情，超过所有的表现诸法，因为这样子说理不可思议。那么四即入理了，四即入理了，理不可思议过，一切事都不可思议，加不可思议来解释。这佛法一道道你没办法理解的，就加个不可思议吧。是不是不可思议呢？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对那个大菩萨是可思可议可证啊。现我们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相信这个不可思议啊，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有的。不得翻过来说，烦恼可思议吗？咱不说净法，说眼法，烦恼可思议吗？你为什么要发脾气？你生气，气由哪儿生起来的？无名从什么地方升起的？什么叫无名？这大家思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不高兴了，烦恼了，还有呢，你这肉体给你做障碍，你力不能及，咱们时候有时力不能及的事儿，力不能及烦恼了，那你找原因吧，那你可以把它坐下来思维。对，为什么华严经我们读的时候不能进入，你找找原因吧。这也是力不能及，什么力量呢？思维的力量，你的智慧力量啊不够，理解不到。经常的说就是众生的机感，众生的机达不到，感的不够，那佛我诸佛菩萨的现也就没有了，没有感应就没有了，感应感应，感的力量够了，说你信心力非常的强，完了还加一个求，求嘛，或者念佛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或者你念佛菩萨，求佛菩萨加持，我现在有三灾八难，那你怎么求感应的？我们一般的说，或者念经啊、念咒啊、磕头啊、礼拜啊，但是你这个心跟你说求地藏菩萨也好，观音菩萨也好，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也好，跟佛跟菩萨不相应，不相应就是你感的不够，应的就没有。你在修行当中，因为你的认知跟你精进力这个谢头门你得不到，得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你太执着了，太执着相了，得不到。在这个第十三的广果天呢，最后的观察一切众生应化令入佛法解脱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就说是根基不同，对，根基不同，根基不同，
诸佛的言法也就不同了，跟不同过，法也就不同了，法也不同了，那本来咱们讲经时候或者一直教理来说，这个法是一个一个，但是对这个众生它不相应，你换个法门吧。怎么解释呢？说金刚经，金刚经是说空的，这个空是显性体的，云何应作，云何降伏其心。金刚经叫我们不住散生心，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法门你不相应，不说你没法进入，这算是理。你现在所修的是四，心有所住，跟这个法门不相应。那你念念净恒品吧，那就显四的，四就叫你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这个去做，做了渐渐就能住了。现在观一切事入理，我们再举个例子吧，大家天天都做的，一天不要做多少次，像你如厕的时候，大小便是当愿众生弃贪嗔痴专出罪法，弃贪嗔痴是四，专出罪法就入了理了，入了理了，观世入理，像你临睡觉的时候，一时清晰，当愿众生身得难闻，心无乱动。要在你这个时候，你心不要胡思乱想，心是理，睡眠了就是睡觉了，这是事，这样的在你这个时候，你要起关照，像使这个事入理了。理要一超脱了，四岁理转了，理也能镇入了。这个时候嘛，你渐渐就弱了。佛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佛菩萨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经常观佛，经常观佛。经常观佛的时候，经常观佛像，观佛像，有的教导我们观佛像的时候，不要全观佛的全身，只观佛的一像，一像一像观，观了时候呢，你渐渐就入了，观像这是个方便法门。方便法门，方便就能得入真实，真实，我们在世间法，世间法，如母的心来关照世间法，心是理法，心是理法，那心的理法就有智慧的关照，智慧的关照呢，就能渐渐的得入处了，关照就是理。就是理入于四了，理入四了，理入四了，四就能显理，四能显理，四能显理，理又能成四，这就进入了华严的理四无奈了。这个我们的所有疑惑就能断，断疑本身就是智慧，能断疑了生出来就是智慧，能够知道一切世间法，就了解一切众生。你先得了解世间法，了解世间法，了解众生的心，心跟法都不同的，叫知此知彼呀，
知道众生的心，知道他应以什么法得度者，你给他说什么法，使他能够难离，难离，心难了离得。经常这么说，心难离得，心要难了就能够入理了，心不难还怎么入理呢？完了，心难之后，知道一切诸相啊，微识所现，是微心所现的。心所现一切法，心所现的一切法，不是真实，全是希望的。这样的说一声，互摄互用。说一意毛端现宝王刹，做微尘里转大法轮，那一微尘呢？他就是理了，理摄一切事，微尘是事，把事变成理了，那个他就全是成理了，全是成理了，那就一切都能通当了，一切通当了。说众生无边，根器各异呀，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说。佛现一切身云就是这样的，应以何行得度者，应以何种语言得度者，那应以何种语言就给他说何种语言，是得得到语言三昧。语言三昧就是如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随类各得解。咱们现在呢，这个做不到，就是光是人都做不到，不是说众生他的累了。人现在世界语言很多，所以这必须得入理，入理，不入理不行的，必须得证得了语言三昧。现在我对于这个山西话我都听不大清楚，还有福建话，每一县的话也听不清楚。我看山西的话、太原的话，跟好多的县份的话也还是不同的，大同的话也还是不同的，各个的方言有不同的，说这个很不容易了。这世界上多少类多少种类，说要语言，要形态，各个地方的生的人都不同的，再根据代号，代号也不同的。要想把这些个执着的障碍取消啊，才能叫解脱。因为我们说障碍的是因为有肉体，有肉体。可你成就了把肉体也转成不障碍了。咱们的障碍主要是肉体。肉体上的身还有口业呢，还有口，口完了还有意业呢，一种算一门，身算一门，口算一门，意游算一门，这一个摄一切，一摄一切，怎么叫一摄一切？说个身体，这摄不了，但是口在身体上，还可以说是口。意呢，意在身体之内呢，是在身体之外呢，当意在身体之内，心可不是。对，你平常想我这个心呢，在我身体之内啊，在我身体之外啊，冷眼睛啊，像奇数争心，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这个就够我们观的了。所以赶这个第六位天王，他说普门和一门摄一切门，那是靠心念，心念，一门就摄一切门，说叫普，随他一一门，又说到全法界，这叫什么呢？这叫相，如果你心能转相了，转一切景了，那就解脱了。那心被警转，那就不懈怠了。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根器也无边。嗯，根器无边就说的形体了，你说法了，种种都是不同的。嗯，众生界啊，永远不尽的了，因为根不熟，你度不了。诸佛呀，也难度无缘的，有缘才能度，得先解个善缘，先解个善缘。假使说看见众生长劫流转，永远不会得度，这是错误的。看见众生很容易得度，一说法就入了佛门了，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怎么样观察呢？随机吧，性空缘起，缘起性空，障碍消失完了就解脱了。观一切呢，观是入理，理超情了，就叫不思议。一入业报能得到解脱。今天就讲到这里吧。